新竹人心不仅养发等发土，穿不也是最闹热街。如民俗技艺、汉体、韩国沙克技艺、桥下祖先街、桂北街、杨街水五、下里太街主席。不过主办单位为多位地片来宾来看沙街干地台，沙土都来发展如行街事件，东都个乡亲让业骨还会地街等等发展如行，两百个发土大家也许都讲唔系安人慢。长沙妹着短裤，唔惊暗环个天，热情个跳舞。新埔发展杨家个村，经过四期个中正路，归路年轻人做下二来款发展，现场靠楼大鼓，十分闹热。这花灯节目每年都是新埔的重头戏，然后我们每年都很期待，都觉得很精彩。因为我在大陆没有看过会移动的花灯，现在来到台湾，看到新埔的花灯也很漂亮。会移动的花灯很好看，也不错。主办单位托新埔镇公所前个广场，特别是管理团本团体在庆典来表演，而且表演时间无限制，影响后辈生意上少发展个通线。其他四分钟停通唔得，本想要看发展个乡亲订单。这一次的花灯游行呢，表演非常的多元，然后也很漂亮，但是呢，因为花灯都卡在街上。都没有办法很顺畅的观看，那希望下一次不要再设置这个司令台，影响花灯的移动。台北娘花灯虽然拍到闹闹捏捏，但是把人潮无看到下去冲走该花灯参加，用心祈祷，请大送。不过新埔娘花灯发通连续六年无入选，可为会个各种市民太热情，下次拜会回归民间来盼望，会是未来还是思考的方向。客家新闻黄文鸟，新竹报道。